哎，李先生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？和以及你们这个公司品牌。OK。好，谢谢。我叫 Richard Lee， 我是那个 Yola 的 CEO。我们Yola 品牌是明年是70周年。这个品牌是欧洲的德国的老的乒乓球品牌。它有什么产品 ？Yola。Yola 是我们最出名的是我们的球台。可是这两年我们有重新在开发我们的品牌的这 logo， 还有胶皮底板都现在开始做新款，所以现在就是希望我们把这 Yola 品牌做得更好。哦，我知道 Yola 球台比较出名。对。那么他这个公司原来是在欧洲哪国家？在德国。德国的。对。德国的品牌。德国品牌。70年的。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两年前我们把德国公司收购了。这次我们来CCTTA 就是希望介绍我们 Yola 品牌到加拿大。这加拿大市场我们已经很久想打进这个市场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，所以就趁这个跟 CCTTA 合作，包括他们要发行新的俱乐部，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，所以我们也是跟那个 CCTTA 谈了很久。